勇哥夏季赛会去什么队呢？杨基绝对不可能，杨基亲手遗弃了他，想让他回来，勇哥的自尊心绝对不允许，绝对接受不了。你忘了那个天天跑上路给你喂头的瑞兹吗？乐，没忘记啊，我心中的。苏哥跟我在一起连季后赛都进不去，别输了好吗？风哥，又是你，看到风哥我很安心，感觉这把我再坑都会有个人为我兜底。疼死了，是马瑞什么版本了还在玩凯南啊？马瑞啊，哎呦，卡米尔不点攻速真难补刀啊。烦死，漏了九个兵，还漏了最重要的车。能别吗？疼，真疼啊。来，那就弄两级的寒冰啊！喜欢搞，K 我 K 没 K 到，我 K 到了。
哎，没办法了，他伤害好高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操，防御塔仇恨没有完全拉掉啊。流畅。我来，风哥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杀你。哎，风哥，在干嘛？小可爱，真是个小可爱。接下来是个人秀时间。能晕我这么久吗？这寒冰的剑能晕我这么久吗？水银鞋加这个假的吗？50的韧性呢？这把有点臭吧，这把装备这么好玩成这个样子。哎，别拆。